好，我是一篇二视频的鹏鹏。今天这期视频呢是一个比较成熟一点的妆容，因为现在是年底嘛，聚会还蛮多的，所以呢想画一个稍微有心机然后出挑一点的妆容。那这个妆容就取名叫做年底聚会妆。那如果你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，就接着往下看吧。首先我们涂一个齿纹膏，今天底妆用到的是 YSL 的这一款，我挤的是两泵，混一滴这个哈巴油，这妆效很不错哎。我用的第一瓶入门的粉底就是 YSL 的逆龄，我当时觉得 YSL 超好用，真的很不错哎。不是广告，我是大家的广告。纯绿色分享，抹一点在脖子上，给它过度的滋润一下。这张脸基本上我觉得已经遮得七七八八的。刚才用的这个歌之魅 YSL 的粉底，我觉得已经就是相对而言已经算非常遮瑕了，遮瑕度很高。如果不是我这种瑕疵皮，没有那么追求这种很干净的底妆，你可以不用遮瑕。但底妆我今天用到的是 MAC 的这个，我会把这种大的三分刷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画眼妆。眼妆用的是这一排，我觉得这个颜色。然后再用这个，我给你画卧蚕的位置。它这个是粉色的偏光，有种粉粉的感觉。不要着急，现在把卧蚕涂粉，这样的话就是黑眼圈的话，相对而言你待会还能就是还能把颜色往上提。再用这种扁头点的刷子，选取这个颜色，加强一下睫毛根部，画一个眼线色。另外一只眼睛也是同样的步骤。好，现在来夹一下睫毛。现在画一下眼线，今天想要画的稍微比较挑一点呗。现在再拿出一个棕色的眼线笔，来画一下这个下眼睛。今天我用的是日增色的睫毛膏。现在呢，睫毛差不多画好，然后我们来粘一下假睫毛。累了，我今天这个妆画得太累了。还有第一次用这个双眼皮胶，我觉得我的啥也不是，我待会儿肯定去把它卸掉。我的设计还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着画眉毛。但就是粘住了，哎，我为什么要涂这个假睫毛胶水？我也想不开了，我真是。现在用这个刷下眉头。哎，有点。现在我们用的是这款生姜高光。画一下卧蚕，我现在这个眼皮是不是很滑稽？就整个被粘住了，也是蛮无语。现在我的眼妆基本上是完成了，然后来上一下修容。看这个修容差不多完成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来上一下腮红，先用三 CE 的这个蜜桃色来，然后打点在鼻头，现在来画一下卧蚕，用眉笔来画。现在是涂口红，用这个 INQ 的这个005。叠加一个这个212。这个妆容就完成了。
我现在去换一下造型吧。